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就回去了，然后该检查的也都检查了。现在的话就是没有排查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，然后造成那么痛，然后还有几个结果没出来，有的要3天，有的要4天。我们这两天跑了大概有2、3个医院吧。医生了，医生说到时候结果出来之后，也可以在本地在郑州看，也是可以的。这两天疼痛感也不是很强了，然后爸爸也该过生日了，我跟哥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就先回去。我们就先回去，反正那个等结果的话也需要好几天。对。然后大家不用担心哈，这两天也不是很疼了，然后那个药一吃，你看。肿也消了一点，我给你走吧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快！